开很久，开很多出来就好，然后就在一个礼拜都没开，然后他就是说花苞在一个礼拜后又开另外一批，这样子我有采辣椒，我就一个礼拜采那一只，我不知道每天继续采一点点，啊，这个是育种的时候，他定出这个目标，一直去弄，可是，在野外啊，因为会有天灾，没有人顾他嘛，会有天灾，所以他们，可是熊熊是有脚掌的。 那是水路打滚，你说的。水路打滚。他洗澡。他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很重要的概念。 这个树的有效根，什么叫有效根呢？这叫最多不是支持根而已，它的再更到末端的那一些所谓的根嘛，那也是那吸收的土地都在那里。更深的地方已经没有这种根了，也就是说，当我做一个很好笑的动作，找了几百人来办一个祈福茶会，不好意思，得几个，我老公我在学校呢，结党啊，都叠在病房，然后像那个。 有一些是什么沉木，就是你在水族馆看到会沉下去的那一种，那个也都是这个地方的，这些地方都烂光了，所以那看起来都会歪曲扭巴，造型怪怪的，也就剩下这个样子。那个木质字是在，然后怎么掉下去？它刚掉的时候就看起来很白，它慢慢的它又在转色这样子。哦。它现在有一种叫彩虹桉，彩虹桉它裂比较不规则，然后它裂开不同的时期就会有不同的颜色。 所以像这种森林下来的木材，要很支撑它特别多的时候，它的构造比较。那支撑的时候，就是要把它撑上去啊，另外人家那倒软啊，哎不爱倒软啊，所以一定要把它，换另外一个溜皮啊，是不要吐皮啊。那这个树种，这个是那个针叶树嘛，哈，它是长在下面，就是。 险哦！对啊。这个是断层，好可怕 ！Crack fall， 那一种的。 碎裂的原则。嗯，等一下还会沿路回去，还有机会。没有，我下来都是太阳。没有，我下来都是太阳。
日据时代的无尾楼。对，我已经做到两个带头，现在的各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关台语关语。哎，你鹿林山，山上的顶头是前山，下面那那么一条路嘛，这条路嘛，开始来了。